大家晚安，各位大陆的朋友，各位香港的朋友，今天是我们香港打风啊，8号风球，然后基本上这一个 building 里面，这个流程里面是只有我跟 Master Xing 两个，其他香港的朋友都留在家里。好，今天我们会做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会在现场。示范怎么样做这个平衡测试，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主角，我们主角那个 Master Chain 他会介绍那个什么是平衡测试。好，那我马上要做了。OK，这个平衡测试是 Cincinnati 的最重要的那个工具，就是告诉你到底你健康还是不健康。把那个打开，里面会有这个小小的卡。你会看到有一个网址，对，那个 link，然后有一个密码，OK，先把你的手机把这个密码拍下来，OK，然后放到你的包包里面，好，好，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卡，有两个圈圈，等一下我就把两滴我的血放到那个中间里面，OK。So，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塑胶袋，先把这个酒精擦一下手机，因为我刚刚也用了我的这一根手机，所以现在我要用另外一根。好，在这里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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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把这个绿色的拿出来。OK，看到这个白色的，OK，放到这里。然后有看到吗？好，OK，手机不要电了，这个血可以。OK，然后另外一个。然后把这一个放回去。然后把这个也放进去这个金属的那个袋里面。最后放进去，上面已经有 Vitus 那个Vitus。在挪威的实验室的那个信封里面，OK，然后再把这一个小的信封放到一个比较大的信封里面。下面已经有香港北京道1号12楼的地址，你贴一个邮票，然后送到香港，然后我就会每一周大概2到3次用那个 EPS 送去挪威。所以从香港到挪威大概1到2个工作天就到了，然后到了挪威之后，他们大概用5到7个工作天就把你的报告做出来。好，我刚刚的我的密码，你们可以拍下来，或者那个敲下来。只是我今天我允许大家可以看我的报告，等一下我那个 Master Xing。讲完他的非常重要的那些内容之后，我会告诉大家我第一次的那个 balance test 的分数是多少。好，Master Xing 他本身是一个香港人，他年纪比我小一点啊，他现在是我不告诉大家，大家自己看看呢，他是很年轻的看起来但是他已经在中文香港的中文大学念完那个 master degree。就是练营养的，然后他也是一个专业的medical interpretation，就是专业的医学口译，所以我们现在就不阻碍大家去学习。我今天也是当学生，好，我们来欢迎 Master Xing 来跟大家开始，Master Xing。好，再一次欢迎大家。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的话，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Zeno 的这些线上研讨会。
的大家庭。那如果您已经是第二次参加的话，再一次欢迎大家回来。那本周是第二周，我们是继续讲这个基础课。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balance test 平衡测试。好，那今天我们会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平衡测试如何帮助您更快地达到您的健康目标？那第一点我要讲的是，我们会有一个简介，然后我们会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个测试，然后这个测试靠谱吗？那结果可信吗？那这个测试会告诉我什么信息？那这些信息对我有什么作用？好，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平衡测试。大家刚刚也看到 Peter 为大家示范了一次。那其实这个测试呢是一个叫做肝血斑采样的测试，很快的，就不到一分钟就能够做到，而且非常的方便，到哪里都可以进行这个采样。而且非常的简单，你不需要任何的专业知识，你也不需要是一名医护人员也能够做到，而且是非常的准确。更重要的是，它是不记名的，所以可以保护到大家的隐私，因为它要符合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而且它现在已经为很多人完成了测试，已经超过54万人已经做过了，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它这个分析是怎么做的。Zinzino 这个 balance test 这个平衡测试是委托挪威一家叫做 维塔斯分析服务的公司做的，他们是在1994年创立的，他们本身是属于奥斯陆大学的营养学学系，后来分拆出来，他们有这个 GMP 的认证，就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那也就是代表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他们这个实验室是比较靠谱的，是可信的，而且他们与世界各地的很多知名学府和一些机构，大型的机构都有合作，包括剑桥、牛津大学、伦敦的国王学院、都柏林大学，还有雅培。那他们这个处理时间从样本到达他们的实验室起大概需要3到4天的时间。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测试。那我之前也讲过，其实这个平衡测试就好像是您的健康地图导航一样。那如果你看你的手机或者看这张图片的话，你看到有 A 和 B。A 就是您现在的所处的位置，那如果你要得到一个最快捷到达你的目的地的一个路径的话，你首先必须要输入你现在的位置，或者你要用导航找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那这个平衡测试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它就是帮你找出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它会告诉你你体内脂肪酸现在的情况，那就是 A， 然后它会给你一些建议的指标，然后呢就是你的 B， 就是你的健康的目的地。那这个测试呢，它会给你一个报告，它会有很多方面的健康指标以及一些预测，它不是一个最全面的测试，因为它毕竟也不是市面上最贵的测试，但是它还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它尤其适合那些饮食不均衡的人，或者那些认为自己很健康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我做这个测试之前，我也以为自己是很健康的，但是我做完以后，我自己也大吃一惊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讲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我们都知道，其实现代人大部分的疾病都是退化性的疾病。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退化性的疾病呢？里面大部分可能是有80%到90%或者以上都是由于炎症所引起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慢性炎症呢？都是由于我们的
的饮食里面有过多的欧米伽六油。那这些欧米伽六油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两个图，在左边的我们看到这里显示出的是美国从1909年到1999年，他们国民的不同的油类的摄入量。我们看到红色的是大豆油。他们你看在1909年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没怎么吃大豆油的，但是后来就越吃越多。那到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就十几倍的升幅。那如我猜那是30年前的数据，到现在他们吃的大豆油肯定是更多的。那右边我们看到的是那叫做亚酸油，它亚酸油是也是一种欧米伽六的油，它显示的就是美国人他体脂的含量。你看在1960年的时候其实还好，就七啊八九之类的，但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已经是23了，就是好就升了很多。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对比，那就是黑猩猩。黑猩猩也是灵长类的动物，是人类的近亲，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体内的这个欧米伽六的油的含量，就在他们的体脂里面的含量并没有怎么升高过，就是都是维持基本上是很稳定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代表那是因为我们人类吃的东西跟黑猩猩吃的不一样，也是因为我们的膳食我们的饮食导致了现在这一个慢性炎症的问题。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好，那我们来讲一些历史，其实也是一些八卦了。如果大家有留意健康的新闻的话，其实在1950年代，已经有一些科学研究就慢慢的就出来，就说就证明原来白糖跟心脏病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就在1960年代的时候，白糖产业他们就决定做一些事情，他们那个白糖研究基金会就付了钱给三名哈佛科学家，就相当于今天35万人民币的钱，就让他们在1967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关于白糖、脂肪与心脏病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非常有名很有权威的医学杂志里面。在里面他们就轻描淡写了白糖与心脏病的关联，而同时把这个祸嫁祸给饱和脂肪。而且他们由始至终都没有透露过原来他们有收过钱去写这篇文章。那其实在那个年代在学术界也没有要求就学者要透露他们有收过钱来做一些研究，但是现在就不行了，现在是一定要公开的。我们再看下一页。大家还记得这个图表吗？我们刚刚才看过。我们现在加入了一些历史的实践。我们还记得刚刚那篇文章是哪一年发布的吗？是1967年。大家看一下1967年以后，红色的是大豆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哦，美国人他们摄入大豆油的分量就大幅提升，就本来也没那么多，可能就大概就2，然后突然间就6，就是3倍的增幅，那是很多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确立一个必然的关系，就我们没有办法去说一定是因为那篇文章导致美国人多吃了那么多大豆油，但是他们是哈佛的教授，而且是就当然是很有影响力，而且那篇文章出来以后就得到了很大的回响，所以呢政府他们也改了一些他们营养方面的政策，所以呢也大大影响到民众对油还有白糖的
的观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就从那个时候到1999年，他们就不断增加食用大豆油。那是到1999年的数据，我相信到现在肯定是更高的。那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表，在第一排第一行 soybean oil 就是大豆油，我们看到的是在1909年的时候，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热量，总热量里面来自大豆油的其实就不足 0.006%，但是到了1999年已经是7.38%，是1000多倍的增长，那是很可怕的。其实因为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因为欧米伽六的油是导致我们身体的炎症发炎，会有慢性炎症，那就是代表就在这90年之间，美国人他们的发炎指数可能就升了，就增长了很多很多。我们讲现在讲的这个是以千倍的增长，所以是很可怕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史上面的一些数据，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排的是 Paleolithic， 就是石器时代的人，他们吃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的比例是 0.79， 也就是代表他们吃的欧米伽三是比大大的高于六。然后我们看最后几个倒数第三个是英国 United Kingdom， 他们的比例是15，所以是不太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是最好是3:1或者更低，然后美国是 16.74， 然后最低的是印度，因为印度人几乎就，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吃素的，所以他们那个数据是更吓人，38到50。所以能想象，其实如果印度人，如果他们不吃那么多咖喱，如果他们没有那么多那些香料去保护他们的身体的话，也许整个国家的炎症，就整个国家的慢性疾病可能会更严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地理上是怎么分布的。这里看到的是，我们看左下方，我们看到红色的是少于 4%，橙色的4到6，黄色是6到8，然后绿色的是大于8，那就是代表只有绿色的是符合这个建议的水平，就是你的 EPA 和 DHA 加起来要大于8，那才有一个健康的水平。你看看整个世界，其实真的没几个国家是绿色的，而且大部分的发达国家，你看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都是红色的，就是代表他们是低于4，而中国呢是橙色的，是4到6，澳大利亚也是橙色的，所以大部分国家都不太健康，他们都要提升，摄取更多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6:3的比例，到底它背后有什么健康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哦。如果你的比例是4:1的话，那就是代表你的心血管病的死亡率可以大幅降低70%。那如果是2:5:1的话，那就是代表你大肠癌，就是代表那些大肠癌的病人，他们可以减少结肠细胞增殖，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癌症不会那么快的扩散。那如果是5:1的话，就是对那些哮喘的病人有帮助。那如果是2:1，那就是代表可以抑制他们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炎症问题。那如果你的比例是10或者更高的话，那就会有不良的后果，而且这个就是大部分现代人的现况。所以这真的是很吓人，很多人其实都处在这个慢性炎症的问题
退化的疾病都是由于慢性炎症，所以这个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这个测试靠谱吗？这个来自Zizino 的平衡测试。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来自几个星期前Vitas 就是挪威那家公司的 CEO Thomas 所给的一个研讨会的一些幻灯片。我们看到有五张试纸，其中一张是没有血液的，那代表的是什么？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就是要去对比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看到是没有血液，但是还有一些还有结果，那是代表什么？它不是欧米伽三脂肪酸，那是 C16， 是16个碳的，是一个饱和脂肪酸。那它是故意的用手指碰过试纸，或者说如果你平时有用手霜的习惯的话，那你在做这个测试之前一定要先洗手，或者说无论就是说你平时帮别人或者自己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指碰到试纸，尽量不要碰到，因为你的手指你的皮肤上面也有油的，这些油也会影响到结果，因为这个试纸这个测试敏感度是很高的。我们继续看，而且呢这个测试也是精密度很高的，在他们的实验室里面这些的测试都是由机器人来进行的，那就能够大大的减少一些错误 的风险。好，那这个测试我们能够相信它吗？好，根据美国的南达科他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 William Harris 说，红细胞膜是被公认为评估欧米伽三脂肪酸状况最佳的采样类型。那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说那我们可以用别的细胞，但是红细胞是最好的，而且这也是平衡测试里面所用的采样类型，就是红细胞，或者叫做红血球细胞。好，那么这个结果可信吗？那评测是真的能够反映出我吃的海洋油或者鱼油吗？现在我们叫它做海洋油是因为有一些油不一定来自鱼，有些是来自海藻的，所以呢现在学界一般都称为 marine oil 海洋油。好，根据这一份研究，我们看到原来红细胞里面的脂肪酸含量跟 DHA 就是你进食的 DHA 的相关性是很高的， EPA 呢相关性是蛮高的，那 LA 就是这个叫做亚酸油，是一个我们刚刚有看到的是欧米伽6的油相关性是一般，但是最主要我们还是要看三两个都是蛮高和很高的，所以呢它的代表性是不容置疑的。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研究，这一个研究里面的学者他们最后的总结就是 DHA 红细胞的 DHA 能够作为心血管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说你的红细胞里面的 DHA 能够反映出你现在心血管的健康状况，那也就是代表你做了这个测试，你获得这个报告以后，你看到这些数据这些指标也能够大概评估自己当下你的心血管状况是怎么样的。好，那到底这个测试会给我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会获得什么样的资讯？那我们之前不断的强调，这个测试会给出11种脂肪酸的水平，它会反映出您过去120天的饮食里面的脂肪酸。然后呢，你也会看到一些目标值，那你可以跟这些目标值对比一下，那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现况，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导航，因为
你的现你自己的水平，就是你的所处的位置，然后你看到这些目标值，就是你的目的地，那你就能够看到你到底还有多远或者多近。那你还会获得六个指数，我们会看到有保护值，有那个欧米伽三的水平，或者称为欧米伽三指数，还有那个比例，就是六对三的比例，还有呢叫做花生四烯酸，是 arachidonic acid， 它是一种六，是欧米伽六的脂肪酸。那如果过低的话，就有可能会导致经常感染或者伤口延迟愈合。还有就是你也会知道你的细胞膜的流动性，以及你的脑力，就是代表你的大脑有没有受到保护。那最后报告的最后会提到一些建议的食品，帮助你去改善你的饮食，让你的数字可以更靠近那个目标值。好，这就是新版的报告，你会看到里面都是图像化的，还有就是颜色，我们看到红色就是不平衡啊，绿色就是达标，达到这个标准，然后黄色就是还需要努力。那我们看到就是刚刚讲到的六个指标，然后下面的就是那十一种的脂肪酸。还有呢就是那你会问，那吃海洋油真的有用吗？那根据英国的这一份营养学杂志的研究，他们就发现成人如果每天摄取大概750毫克的海洋油的话，那他们就能够提升欧米伽三指数两点。我们刚刚有讲过，记得吗？就是其实建议的是到八这个目标。那你会问，那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提升呢？你做完以后你可以再做一次啊。那你看现在新版的这个测试可以帮助你，你是可以允许你去追踪自己的进度的，就是你可以看我第一次做是不合格的，是不平衡的，然后第二次就合格了，就是已经是绿色了，是代表已经平衡了。所以呢你可以重复做这个平衡测试，那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好，那么就是 Zeno 的产品真的管用吗？那这一张幻灯片也是来自几个星期前，就是 Vitas 的 CEO Thomas 所给的那个简报。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里是对比了，第一行的是从来没有吃过欧米三就海洋油的产品，那他们的平均值，就他们的那个欧米伽三数值是 3.5， 然后吃了120天以后，他们就升了两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两个点，就不止两个点，其实2.3哦。然后下面的就是不同的国家，完全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国家都上升了，就是都改进了。右边呢就是每个国家的独立的数据，所以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改变，都变好了。我们继续看，那左边的上面这个，我们看到黑色的这条线就是八，我们讲过就是 EPA 和 DHA 加起来建议的水平是八。第一次完全没有吃过海洋油的人，他们很少人能够达到八这个水平，但是吃了120天以后能够达到八的人真的多了很多，这个百分比高了很多。然后再看右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6:3的比例，就还没有吃过的人，很多人就那个平均值是 15.2， 然后吃了120天以后就降到了 4.9， 然后所有的国家来并列在一起，每一个国家都改善了，都降低了这个比例，所以完全没有例外，所有人都进步了，所有人都改进了。好，那么现在我知道这个测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那这个测试的确靠谱，那它的结果也的确可信，然后我也知道原来 Zeno 的产品也的确可以帮助到我，但是这些信息对我有什么用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啊，它讲的就是 A man with options is a man with power，有选择的人才是有力量的人。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力量不只是来自这些知识，你可以知道这些知识，但是你什么都不做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你有选择权，你有什么选择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是要预防疾病吗？不是。那当然预防疾病，我们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没错的。但是即便是预防疾病这个概念也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来想象一下，其实你预防疾病就好像你在海中被鲨鱼在追，那你就不断的在歇斯底里的在游泳，你要逃离这条鲨鱼的追捕。那这是什么啊？这其实你就活在一个恐惧当中。那活在恐惧当中有什么问题？因为如果你的出发点是恐惧，这是一个恐惧为基础的方案的话，那就是代表你经常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那你的身体会释放出这些压力的荷尔蒙，包括什么皮质醇，还有那个肾上腺素。那长久下来，如果身体的这些荷尔蒙的水平都偏高的话，它会导致一些不良的结果，尤其是它会损伤你的大脑，尤其是你的海马体。所以呢，我们根本就不想要植入患病这个概念到你的头脑里面。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帮助你去采取一个主动的角色，你要去创造健康。因为有了这些信息，你就可以做一些明智的选择，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你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幸福安康。你不用再靠别人，你不用再看哦，我有这个症状，那我就吃药，那是很被动的。现在你要去主动的去创造你的健康。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你自己掌握、掌控健康的全新革命里面，你可以活出一个无病无痛的活力人生。你不再是被动的去回应那些疾病或者一些症状或者疼痛，因为您完全可以选择享受更长的健康寿命。什么叫做健康寿命？英文叫做 health span， 它跟 lifespan 跟你的寿命是不一样的。它指的是现在很多人其实都能活到80岁、90岁甚至是100岁，但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疼痛，有疾病，或者他们是坐在轮椅上面，他们活的这是没有尊严的人生啊，是没有健康的人生，没有喜悦的人生，难道是有意义吗？即便你活到100岁，但是你每天躺在病床上面，那有意义吗？但是现在您可以选择过着容光焕发的人生，您可以选择满足、喜悦与爱的生命，那才是这些信息能够带给你的选择权。你的力量就是源于这些选择。好，那我知道这些选择了，那我能带来什么影响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的决定可能，你的这些选择可能决定了生与死。我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一下右边的图，这不是小白蛇，它不是白素贞哦，它是精子。那下面的是一个宝贝，一个 baby 婴孩。我们看一下，有这个研究发现，原来不育的男性，他的精子里面的欧米伽3的水平是较低的。那当然我们现在科学界还没有确立一个就是因果的关系，我们还不知道哦，原来我们还不能说就是说哦，原来你因为吃不够欧米伽3，所以你就不育。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知道就是那些不育的男性，他们的精子的确欧米伽3的水平是比较低的。那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也知道欧米伽三对于很多就健康，对于很多方面都有好处。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补充啊？我们为什么不去吃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创造健康啊，对吗？我们不用被动的去回应，去对应这些疾病，对吗？所以呢，你是可以创造生命的，通过你的选择，通过你现在有的这些知识。我们继续来看，除了生还有死。这个研究告诉我们，原来高的欧米伽三指数能够降低全因死亡率 22%。 我再重复一次，是全因死亡率。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无论什么原因，就是全部的原因的死亡率，无论你是有病没病，无论你是年轻，无论你是老年，无论你是有糖尿病还是心脏病，所有的死亡率加起来一起来计算，就是都会降低22。换言之，我们来想一想啊，如果全因死亡率能够降低22的话，那就是代表，如果你的欧米伽三指数是高的话，那就是能够延年益寿啊，那就是代表你能够活得更长啊，你就是更长寿啊。而且同时我们也知道欧米伽三能够改善很多的健康问题，那所以你有的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健康寿命啊，不只是长寿。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有心血管疾病，这个欧米伽三的指数如果是高的话，也能够降低它的死亡率，同时也是 22%。所以这个数据其实真的是挺惊人的，因为原来我们可以通过吃就能让自己变得更长寿，或者降低这个死亡率，而且也能够改善我们的健康。所以何乐而不为呢？下一个，你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青春与衰老之间的区别。我们看一下这个研究，他发现如果你去补充欧米伽三的话，就对皮肤有以下的好处。那女士们，你们都听清楚了，因为补充欧米伽三的话，能够抑制紫外线引起的炎症，就是皮肤炎啊，还有就是色素沉着。那是代表什么？就是色斑啊，或者雀斑啊，这些都能够抑制，还有也能够舒缓干燥的皮肤，就是代表你的皮肤可以更湿润，还有就是能够加速皮肤的伤口愈合，如果受伤的话能够更快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图，那左边呢是大家都想拥有的青春健康，那右边呢是一位老太太。那当然我们没有人能够逃过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老，但是科学界现在看到，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他们太早都衰老了，其实他们根本不应该那么早就有衰老的迹象。我们看一下这个研究，他们做了5年，发现原来血液里面的海洋欧米伽三越高，端粒缩短的速度就越慢。那什么是端粒了？端粒它的长度就决定了你衰老的速度，那就是代表如果你的血液里面的欧米伽三越高，那你衰老的速度就越慢。所以呢，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涂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或者去做facial 或者是什么，但是原来你可以通过吃就能改善自己的这个，你可以让自己更青春哦。我们继续看，好，吃这个鱼油出来的效果可以是让你生机勃勃，或者如果不吃，有可能是死气沉沉。我们看这个研究发现，
自行车选手，如果他们有补充 DHA 油，就是这个海洋油的话，他们的相对耗氧量会较少，那就代表他们骑行更有效。作者们就总结说，DHA 鱼油有效提升欧米伽三指数，反映出骨骼肌细胞膜的整合，并能够在剧烈的运动中调节耗氧量。所以呢，原来这个海洋油也能够帮助我们做运动做得更有效。所以，原来的确它在我们生命生活的各个面向里面，不同的侧面都有帮助。我们再看下一页，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哎呀，我真的很累啊，我工作一天。”回家以后，我几乎就躺在床上睡觉了，我都没有时间陪我的孩子玩，或者陪我的妻子或者老公就聊天。那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人，我们可能有听过这个叫做慢性疲劳综合症，很多人其实都有。在这个研究里面，有40名患者。就研究人员发现，原来他们的 DHA 水平都比对照的较低，那就是代表原来这些特别容易疲劳的人，他们的 DHA 的水平都特别的低。同样，再一次我要提醒大家，这也不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但是我们也能够再一次看到，原来那些特别容易累的人，他们的 DHA 水平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原来你的这些选择也会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可以是苦，也可以是乐。我们知道高的六对三的比例，就是欧米伽六和三的比例，会增加精神病以及神经疾病的风险，包括抑郁症、注意力缺失症、思觉失调、精神分裂。认知障碍等等。好，我们看一下这篇评论文章，作者说，如果你混合使用 DHA 和 EPA，那他们就而且已经获得证实，就是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自闭症都是很多小孩子现在有的问题，运动障碍、读写障碍以及攻击性有帮助。我们想想啊，这些其实都是会障碍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些症状，尤其是攻击性。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活得不和谐，他有可能快乐吗？那快乐其实就是你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组成部分。那如果家中有一个人有攻击性，或者你的公司里面、你的学校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大家会影响到整个团队、整个学校、整个班级里面的和谐。所以，其实如果吃这个油真的有帮助的话，那你看它其实对世界的贡献可以是很大的，因为能够带来和谐。就是能够带来更多人的幸福安康，对吗？然后我们刚刚讲过，就是那些痴呆症，就很多老年人都会患上的。其实那真的是一个人间地狱，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生活品质可言，你就连自己所爱的人，你都无法，你都没有办法认得他们。你都没有办法去自理自己的生活。我看一下这个研究啊，原来，那些有，就痴呆症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抑郁症，但是原来提升了 DHA 和 EPA 以后，都能够获得改善，而且他们的言语流畅度也提升了，所以，就好像我刚刚讲，原来它的影响也的确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各个侧面都能够接触到。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苦与乐，有可能其实就是你被人喂或者自己进餐的区别，就是活得有没有尊严，
或者你能够自己出去吗？还是需要一个照料者监督你才能够出去？那就是你有没有自由？那你是完全不需要把自己生命的主导权交到别人的手里的，因为你今天就有这个选择权，你可以今天就开始行动，成为一个更健康的自己，让自己过更快乐的生活。好，那我今天的简报其实都到此为止，但是呢，我们原来研讨会也有彩蛋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就是一个小福利。那我给大家的就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喝这些碳酸饮料，但是你知道碳酸饮料以及很多包装的谷物食品里面都有那些高果糖玉米糖浆吗？它们对大脑和 DNA 都不好的，而且有很多的有害的防腐剂和色素。那但是呢，原来有一项研究发现 DHA 能够逆转果糖引起的基因和结构的干扰。那我不是提倡大家去多喝这个饮料，我只是说有时候的确避免不了，或者家里面有小孩子要喝，然后硬要你陪着他喝。好，那我还是说那一句，就是尽量可以的还是不要喝好，但是如果真的喝了，那你最起码也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 DHA 的摄入量来保护自己的大脑和 DNA。 那好，这就真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页了。那我们来预告一下下周，我们下周会讲到平衡油怎么帮助你提升你的免疫力，或者怎么去强健你的体魄。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Thank you Rob. Master Shane, I truly appreciate that great information. And, you know, as I look now, we're about to go into the Cantonese version, okay, in another about 12 minutes time. So guys, we're going to sign off and come back in for all the recordings, reconnect all the network back together again. And guys, we thank you and appreciate you. So, Mr. Peter Lam, any closing comments from your side?So 今天非常感谢那个 Master Shane， 还有非常感谢那个 Warp， 跟上期一样 ，Warp 是完全听不懂普通话的，但是他还是在这里，因为他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把整个过程留下来，然后再往后会把这个那个档案放到微信WeChat 里面。好，我刚刚提到的。我今天其实做了两个平衡测试，第一次在英文那个时段，第二个是刚刚那个时段，就是大家可以把我的那个密码记录下来，这是第二次。好，这是第一次在一个小时之前。好，我是47岁，我第一次测试的那个结果是25比1。好，我开始用那个平衡油，大概是8月1号开始，等于到现在大概70多天。好，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一次来渐进，我的改善，就是你们可以用我的密码来看我的这两份报告，还有等一下我广东话的时候有第三个密码，你们可以写下来。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谢谢 Master Shane， 谢谢 Warp。Thank you everyone. I have to wash my hand. 我要去洗手，因为我等一下要做第三次测试。好，谢谢大家，下一周二再见，拜拜。